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红志和小山吵架。啊，肚子好饿，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差不多就要回来了吧。说什么晚饭，只要准备米饭和味噌汤就好了。也不知道爸爸他有没有钓到鱼呀？要是只有爸爸一个人就很难说了，但今天去钓鱼的还有小山，不会有问题的。最好是这样。我回来啦。怎么样？我和小山联手大概就是这个水平了。大丰收啊。真的？那我马上就去做菜。那就麻烦你了。今晚要有好吃的了。我开始吃了。刚钓上来的就是不一样。那盐烤竹鱼也很好吃。那是当然，这些都是我跟小山钓来的鱼啊。我说的对吗，小山？对呀，红志，我们钓上来的鱼怎么可能不好吃？小山，你果然钓鱼钓得好啊，今天也是一直都有鱼不断上钩，真是比不过你啊。我说你不是也大丰收了吗？不不不，跟你比差得远了。爸爸和小山的关系还真是不错呢，毕竟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起的好朋友。这就是竹马之交啊。竹马？这是什么？笨蛋，是竹马。竹马就是高跷。是说从小一起踩高跷玩耍的朋友。确实，小时候一起踩过高跷。让你们久等了，这是黑雕生鱼片。这一条好像特别大呀。是吧？这条是我钓上来的。哎，那是我钓的吧？你钓的是这条。不对不对，你说反了。你看这条才是你钓的。你在说什么呀？那是你钓的吧？你是不是糊涂了？我钓的明明就是这条。到底是谁糊涂了？你在说什么？算了算了，不管是谁钓到的都好。一点也不好。没想到小山你这么嘴硬啊。是你嘴硬吧？哼。爸爸，真是的，和小山叔叔吵架没问题吧？吵死了，不要管我。第二天，事情就是这样的。爸爸和小山吵架之后，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回家了。这样啊？他们俩和我们一样，是从小学开始就在一起的好朋友。两个人就这样一直吵下去可不是好事情呀。就是啊，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吵架，我也会觉得很难过的。不过他们俩都是死要面子的人，真是麻烦。为什么会这样？前进前进，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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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前进。我的比较像。不，我的才比较像。你说什么？要打架吗？吵架可不好呗，要像个男子汉一样用比赛来决定呗。比赛？哦，比赛。只露一点点呢。你也喜欢吧？不，两个都很像个呗。挺有一手的嘛，冰淇。啊，你也是呀。哼，
就是这样。啊，和小山钓鱼比赛？对呀，男人之间吵架就应该用比赛的方式来做了结。哼，你少管闲事，我不用你管。不能不管，我很希望爸爸和小山叔叔两个人能和好如初。就算是这样，那为什么一定要特地去钓鱼呢？太无聊了吧。我看爸爸是怕自己会输给小山叔叔，怕丢脸吧。你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会输给小山呢？这可难说。爸爸，你不是亲口说过真是比不上你的吗？你还小，你不懂，这是客套话啊。其实论水平当然是我高了。是吗？爷爷，你觉得呢？这个嘛，俗话说得好，眼见为实。就是啊，不比一比，怎么知道是谁厉害呢？啊，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胜利的样子。就应该这样。星期天。呀，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呀。是个大丰收的好天气。钓上来啊！是这个地方不行，想把责任推给弟弟吗？你说什么？啊，离得那么远就没办法和好了呀！糟了，得做点什么。爷爷，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得让两个人说上话。没错。说起来，红志和小山的交情也很久了吧？已经都有30多年了吧？那么久了，那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一定很不错吧？对了，他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回忆呢？现在我们到这个地方来钓鲷鱼，以前只钓些淡水小龙虾什么的。是啊，用小鱼干和鱿鱼干做诱饵。没错没错。好像很好玩哎，我也想试一下。下次我教你。啊，到那边的地里就能够钓了。我也能钓到吗？钓虾最重要的是做陷阱，我做的陷阱可厉害了，效果好得很呢。回头把制作方法教给你。喂，等一下。如果说到陷阱，是我做的比较好吧？什么呀？你做的比较好，你还是我教出来的呢？你在瞎说什么呀？小山，我说你嘴怎么那么硬啊？你这么说我，你自己不也一根筋儿吗？你说什么？你想干嘛？不是说好吵架用钓鱼来做了结吗？就是就是。哼。没法比赛了。就是啊，两个人到现在都还是光头，两个人都没有钓到一条鱼。话说回来，为什么叫光头呢？他们俩一无所获，就跟光秃秃的和尚脑袋一样，所以叫光头。原来是这样，真有趣啊。一点也不有趣。你们俩待在这里，我就没办法集中精神钓鱼，真是让人郁闷。但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离开。丸子，这里就留给他俩一分高下吧。明白了。哦，有寄居蟹。这里有螃蟹呢。等一等。掉了！爷爷，找到什么好的丸子？爷爷，怎么办呢？丸子，我现在马上就过去。爷爷，爷爷，丸子。
小丸子，没事，站在那儿别动啊。小山，已经没有事了。我好害怕。已经没事了，没事了。小山，真是谢谢你啊！为了救小丸子，奋不顾身，真是感激不尽。说什么见外的话呢，红志？这种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是吗？是啊。他俩这是怎么回事啊？就这样和好了？常言道，越吵感情越深。好嘞，现在我们两个重新开始比赛。我绝对不会输的，小心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小丸子有点羡慕越吵架感情越深的男人的友情，但他还是觉得不吵架是最好的。书包里都是谜。真奇怪啊，跑到哪里去了呢？你在做什么呀？今天语文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了，我想给你们看，但奇怪的是怎么都找不到。真少见啊，一般总等到妈妈说快把试卷拿出来的时候才拿出来。其实呢，这次考试我居然得了100分！哎，真的吗？居然用怀疑的眼神。等着吧，我现在就给你看。橡皮啊，居然就在书包里，刚买来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还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呢。还真是被挨骂了。看样子下次说弄丢之前最好认真地找一找。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别丢东西。和小玉一起捡的橡子，怎么找都没有找到，我还以为肯定是被我丢掉了。橡子的头都掉下来了呢。这个是……糟了，是家长会的出席表，我居然忘记交给老师了，又把它带回来了。不好好交上去怎么行？你在做什么？刚刚小丸子说他这次语文测验得了100分。真的吗？很厉害啊，快点让我看看。怎么了？小丸子说考了100分。真的吗？那很厉害啊，让我也看看。好好，别那么着急嘛，稍微等我一下啦。这是什么？是信吗？对不起，前天借给我的书我忘在公交车上了，藤木。怎么这样啊？真是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来的。我很喜欢那本书的，藤木那家伙。好了好了，我再去给你买一本。真的吗？太好了，谢谢。这又是什么？好像写着什么。居然粘住了。好了，快点找测试卷。知道了，不知道还会有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找出来。原来我每天就是背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上下学呀。那是因为你平时不知道整理。找不到啊。我说小丸子，你真的考了100分吗？看到红笔写着100分，难道那又会是我的幻觉吗？是不是你放在学校里了？找到了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你们看，100分。那是什么？是不是放进书包以后分数就会减少了呢？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时候发下来的？这个嘛，好像是……找到了。这个不会也是？
不管是什么，快给我们看看。看！哦，真的是100分，很不错啊！真厉害呀！了不起，了不起，丸子！能够看到丸子考到100分，能活到现在，真是太好了！我回来了。啊，是爸爸回来了。叮当，欢迎回来。这是什么？小丸子测试考了100分。哎呀，小丸子，你难得考这么好啊，值得庆祝一下。妈妈，喝祝酒，上啤酒，上啤酒。你在说什么呀？第二天。哎，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嗯，我难得被夸奖一次呢。啊，对了对了，我还找到很久以前和你一起捡到的橡子呢。哎，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原来早就弄丢了呀。啊，等等，汤姆。你把我借给你的书弄丢了吗？你以为写封信就算了事了吗？对不起，我没有勇气向你道歉。就是因为你的信粘在这个上面，害得我这张字条都没法看了，真是的。那个也是我的错吗？我把信放在你的书桌里，你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你已经原谅我了。对不起，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所以原谅我吧。真是的。小丸子，那是什么？这个也是在书包里找到的，但是上面写着什么完全看不懂。看不懂啊，开头的部分还被我撕破了。你说我该不会是把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吧？这个是什么呢？是蛇吗？看上去有点恶心，难道是最好不要回忆起来的事吗？喂，户川老师说了，那些还没有交家长会出席表的同学，快一点把它交上来。哦，对了，出席表，差一点又忘了。哎，怎么了，小丸子？你看这两张是不是一样的字啊？真的呢，这里写着殷弘志。好像是这样。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因为妈妈太忙了，所以是爸爸写的出席表。那么这张也是小丸子你爸爸写的啦？不过为什么爸爸写的字条会出现在我的书包里呢？爸爸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呀？小英。哦，藤木。您好。你好，小英，我正准备去你家找你呢。去我家？这个给你。啊，这本书。我妈妈给公交公司打过电话，找到了，真的很对不起。太好了，你送来的还真及时，我刚好要和爷爷去买这本书呢。真是太好了。这是。哦，正合适。纸条一定是夹在这本书里的，转借给藤木的时候掉进书包撕破了。这个上面写的是测试吗？没错，是测试。是不是写着测试失败了，或者是测试完全不行，或者答案完全不对之类？为什么都是坏事啊？爷爷，快看那个。那是鳗鱼店，说起来快到吃鳗鱼的日子了。这个会不会写的是鳗鱼啊？是啊。是鳗鱼，是鳗鱼。原来不是蛇呀。那这样的话，那这个字就是鳗鱼了。你看。是鳗鱼。也就是说，测试怎么怎么样，就把鳗鱼怎么怎么样。殷弘志。我知道了，是要是测试得了100分，我就带你去吃鳗鱼。殷弘志。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很早以前和爸爸做的一个约定，怕忘记才这么写的。有一天，爸爸和小山出去吃饭，回来后我说他一个人吃好吃的不公平，他答应我，只要考了100分，就会带我去吃鳗鱼。这是连你自己都忘了。原来如此，是喝醉了之后写的字。现在我已经考了100分了，爸爸该履行承诺了。切，只考了1-2次100分就想吃鳗鱼，真是太天真了。过分，爸爸你自己明明说过值得庆祝，要喝啤酒的。就是太过分了。过分什么？有了这个你就得遵守约定哦。放弃挣扎吧，爸爸。原来整理书包能找到那么好的宝贝呀。这么说起来，要是考试在30分以下的话，就得每天花3个小时学习《樱桃子》。这个是？这个不是你写的吗？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说你要考了100分，就带你去吃鳗鱼。你也跟我约定，如果考了30分以下，就每天学习3个小时。哎，我们当时是这样约定的吗？好像书包里还找出了一张30分的试卷。有这个你就得遵守约定哦。现在你要怎么办呢？小丸子不断烦恼着，是放弃鳗鱼，还是每天学习3个小时？暑假的自由研究是去看天球仪，调查关于星星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太阳似乎超级大。立志成为宇航员的长山同学的朋友知道的更多。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星空下的梦想，敬请期待哟。Come on.